影中声响遍，城里志愿灌救部队发现，站立在桥边，十个决定去救火的少年，其中一位想起他小锻炼，实在是危险，报了命便算。这社会最怕走得太前，罢了罢了，便归家往后转。十个决定去救火的少年，来到这段路，只得七勇士集合在桥边。为了决定去救火的主见，其中三位竟终于翻了面，妈妈着离开这身不愿见。尚有共四个稳健成员，又有个愿说却不肯向前，成员没法去令这猛火不再热，瞬息之间葬身于这巨变。在这夜，这猛火着了完，大众议论到这三位少年，就此再遇。Thank you.